圣教第二十一届学士同修，好，我们一起共念开经偈：易经心法妙难闻，易经心法妙难闻，百千万劫今重现，百千万劫今重现，我今勤习诸妙法，我今勤习诸妙法，愿此功德皆回向，愿此功德皆回向。南无回顾先师王禅老祖，南无回顾先师王禅老祖。各位维新圣教第二十一届贤士同修，人生一生的遭遇分分秒秒都在发生，但是我们一生的福报也是分分秒秒在发生给我们的福报，只是在于知与不知，悟与不悟而已啊。所以老祖师尊道家慈航用易经代表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啊，开口，如来开口在告诉我们，指点我们的人生。比如有一家道场啊，非常的香火鼎盛啊，就是这样。这个道场里面，在这里修行闭关的有几位老和尚都很出名的。后来一年老和尚人去买了比较大的道场，啊，就换了我们自己的中文的，啊，一位修济公法门的，在祭祖前呐，啊。啊，要他打电话，济公要他打电话给我，我就去拜济公禅师。啊，济公禅师呢，他很慈悲，他称呼我是老大哥。说，哎，你老大呢？你老大哥呢？哇，还众生啊，你是佛了啦。啊，他就说，你看看我这如何啊。啊，那么这一栋呢，这里再去一栋七楼的，啊，那起来呢变成白虎，白虎昂头来啊。当时我就站了一个卦，手挂啊，咱说这一栋盖起来对这个吉凶如何啊，就火烈四后，火烈四后挂寅，好，未土。我说这个农历丑月来冲动，灾难就来了，是非就来哦。火烈四后是是非，就是口舌之灾。
饿虎饥食。我就告诉他说，你这里要做五鸡食，五只旗子，你金到一家。哦，我做五只旗子，他们要十米的五只五黄旗，你这人进用旗进的为往来客来客啊，所以我讲了，我们这个道场就没有理这件事情，嘿嘿，我跟你说十二月份的告慰啊，因为是十二月丑月嘛，丑月丑未冲动起来，而到寅月，而寅月寅将尾，啊，这个释怀不了。到过年前五天呐，打电话给我说：“师傅啊，啊，这个啊，买了一块地要当道场啊，开始呢，那些委员开始告状，告来告去，告到住持的身上来，住持都不管了、啊，结果告到身上来，怎么办？我刚丢啊哈，落丢啊，我十二月份就来了嘛，刚好十二月份嘛，啊落丢啊呢，怎么办？问怎么办？看着办。”本节目由土城安心道场赞助播出。啊，你赶快做五旗下去，做五支旗子呢？哦，给他一米乘一米的，是七只，一只黄的，啊，有绿的，黄的不是亲民，不是什么新党来，哎，啊，黄的，绿的，也不是民进党。中间是红的，啊，这个蓝的，水蓝色的，啊，这个是黑的，这五黄旗，画煞，啊，坐在龙边，啊，坐，哎，这个高度嘞。我用十二米，叫他用十二米。啊，过年前要他做，过年了做来不及了，那怎么办？很烦恼。那一些灾难祸端一直来，脚都不放啊！来的说委员呢，开始火熊的修锅，莫名其妙。嘿嘿，打电话给我，笑一笑，拄着啊吼！我哩请济公师尊啊帮忙嘛。啊，那我们这位住持他的用宝杯啊，啊，把济公一点笑杯啦。那么以公公的关心地君呐，啊，公公关心地君博，嘛博宝杯啦。那要安怎呢？啊，伊都无干脆呢，请黄山老祖帮忙，啊，连着搬，
就跋三杯啊咯。啊，就是讲，只讲，关键地关，我们摆开这个代志，只有王禅老师有法度尔。好啦，搁再搁甲只讲搁跋。啊，这样就可以了吗？丘碑，丘碑的表示说还有疑问呢、啊。那么是不是要请混元师傅啊画图帮忙？哭哭哭，有个三杯啦！哇，就是讲要了师傅甲黄山老祖合作啊，来帮这个忙。啊，因为老祖空界他无形无相，他不画图啊，因为我色界啦，好，所以我也会读。但是读以后啊，我你去啊，我一面可以叫个这个师尊甲观世音宝贝连抓各三杯，一个六杯啊，表示讲这个案子好，好笑个。好咯，第二天就找师傅做啊，没有啊，过年搞啊，没人会做啊。那怎么啊？怎么办呢？啊，这个时段的来啊，来拍过年耶，怎么过年啊？那这一个方法，我讲你这哪无？你住这个所在，先用家底啊。三支安尼，三座，哈！你的过年开始放鞭炮，这个怕是啊，同祖先的呀、啊！啊，你是讲教宗金甲为王，晋州为王，所以每天早上辰时爱放炮，两时啊辰时。纯实爱鞭炮，你要放三关，砰砰砰，把这个局破掉的。所以，那主持呢，伊就按照方式，啊，伊就叫人走嘞。三十号晚上主持除夕咯，啊，就开始放三关。好，第二天信徒归京啦。弄来啦，啊，遐咧冤家啦，拢在下拜济公师尊啊，大家恭喜啊！哎、欸，奇怪，看了那好像没有事，无遐代志，啊，过去遮是啥原因？这都是啥？哦，照到遐个未完的姻缘，大家去冤家，真紧张。才来做这个十二支的，唔系五支的，加十二米管来画煞，画煞维权啊！所以我们工厂徛个工厂处理的花瓶啊，管拳头来，那么你在近的地方，你就来徛五支旗啊，五支旗子。好，回想在七八年前，啊，中华航空，你洛杉矶，啊，洛杉矶的华航公司啊，这个花瓶丫头做大动帷幕反射回来，所以三十年越到了两三次飞机下来了，就看了套进去台。今日我有些错都俾你，
我套干了个西装，连试三次。哦，林部长啊，那阵林部长换了嘛，一去洛杉矶，洛杉矶林部长一嘛跨屋啊，啊，他就告诉他们总经理，回来华航董事长甲讲，魏董事长魏庆雄，你讲。那里有问题哦，洛杉矶那里有问题，那办公室虎边抬头，啊，真的华航丢给这都丢了了，丢积温无牢固啊，哦，这个也就很麻烦了，啊，征求外同意的，好了，我就坐到华航机舱了，坐想逃进去为头等舱。啊，想逃进去，因为好像没有安全感。回到洛杉矶，停下来了，一看看呢，原班遣回，原班呐、啊，啊，又坐回来台湾了、啊，啊，怎么办？往这几个办法，这所在，五级级啊，十五米较悬。因为这足大桥诶，吼五二级啊，其他，吼、哦、这海基啊都过落去哩，啊船呢，这个、一级啊一定当旗子会飘动，会把湖边的煞气化掉去，所以很快的公司，安尼去做迄五二级啊了嘞。洛杉矶华航公司的就稳定了。哦，所以风水学多妙法，还加上用易经。本节目像刚才坠动，我站了后坠动。对这个道场有没有关系？结果火烈事后应爻引木，事爻为我，啊，应来克事，那怎么是化煞？必须要用风水学来化煞。所以济公师尊呢，很慈悲懂，他也在空界告诉我，你该骑五级也都好嘛。但是呢，敢讲伊没听，借着我的口画图给他们。啊，到十五号，桂林过来开始走。十五号，啊，走呢，啊，几下堆起哩啊，早上八。啊，八点四十五分吧，旗子五级就是该垒起来的，放鞭炮。第一次机会启用，要化煞，垒起来是鞭炮爱放嘞，啊，拢垒起来是只放鞭炮，所以鞭炮一放，震破空气气场。所以五鸡呀，哦，我一阵风来，啪五鸡，啊，把这个煞气化掉。那里面有信徒，从事情的开始宝贝，啊，宝贝嘞跳起来，夹底下的道骨的龙角，宝贝怎么吸嘞？吸嘞讲，你让我吸嘞，伊嘛未掉。啊，是安那平面都宝贝跳起来，然后夹掉诶，好夹诶行。啊，多多龙卡，啊这一倒滚，啊这个新杯呢，变安呢？
捏掉呢？啊，没落嘞，为什么？视线，龙面起嚟啊，按定一粒球，龙啊，五爪龙，有，所以五只旗子就是五幺龙，真龙就是五幺龙啦，正龙王、正真龙是五幺的。啊，四爪的不是真龙，五爪的是真龙，所以啊，啊，这个问题什么意思？我来讲，这就是先不一般起来，这个什么猪啊，龙啊，吸着猪可以化煞啊，所以。你要先用意，有没有问题？啊，这个卦火连四后，好、啊、寅、应爻为他，啊，四爻未为己，为己，啊，应爻克他为物。或者为人、为事、应爻，好来克啊，所以黄金策略黄金策，黄金户啦，事为己，应为人，为事。来物为他，好啊！大以生合，忌克四爻，所以我们已经一定爱我户。你们跟人投资，先卜卦有没有缘？投资呢，卜卦看有没有缘。啊，投资应克事无缘，啊，那么合婚合婚应克事也是一样无缘，啊，投资。也是无缘凶，而你缘他方求财或者工作，应克事勿去莫去而已。你们摄影师留久一点，无抄来袂赴哦，过分钟到场抄来袂赴嘿。好，莫想紧切啦，哈，侬忘了跟你们讲。所以我们四爻为己，应爻为他。啊，你要投资，应爻克四爻，无缘；合婚，应爻克四爻，无缘。啊，要隐形，应爻克四爻也无，不要去。那已经很简单，但是要会用啊，一里通万里天啊！好，我愿我们二十一届贤士同修，凡事皆占，应来克事爻必有变化啊，或者无力、无力呀、啊、不利。无言，大家要注意啊！阿弥陀佛。各位维新贤士同修，老祖开示我们：人有旦夕祸福，祸与福都是自己修，自己求。
尤其呢，好，我们要就职就任的时候，还得注意，啊，想调到哪一个单位去，可以不可以？一定要先用一张卦，啊，应爻或试爻，你去那边绝对保事业。应爻或试爻，不得人缘呐、啊。啊，应爻生试爻，好人缘。应爻与试爻相刑，不会投缘呐、啊。比喻封地官魏和魏四爻应爻，魏魏是相刑，啊，生气了，塌方就是。不投机，也不契合，呈现那几师兄，他要到某一个单位去调任，我你再看看，啊，占一个卦。啊，是山水门，山水门卦，四爻续图，应爻引木图，应爻来克四爻，你去那边会被修理。而且抓住你紧紧的修理，寅午戌合半局嘛，三合啊，又克啊。我说，你家那边会变成一株果被练起来，会红怕欺负你，我下人敢打欺负？哦，那的师兄。理直气壮哦，哎呦，不要逞强啦！第一，你的做人，不得跟人和谐；第二，你的能力不是很好，你一定要用打交道的方式，啊，浑水摸鱼；第三。你的口气不好，你说师傅，我来讲蒜头啦，我不是讲蒜头的口气啦，讲话的口气意思不好啦。啊，你说那我承认了，但是我去会改，想尽办法调过去了，利用议长，给调回来，你好要修哦，啊一鬼呢？改的主管，我是议长叫我来的，嘿，是一拜托议长甲调的啦，甲着迄个市长讲的，结果呢，他说议长叫我来的啦，遐主席因的主管甲议长不是很骂气嘛，开气哦，好，议长叫你来了，好，那我们是好姻缘，好啦。都给他拴住了呢，啊，每天下班之后，都找一些工作好一手，做到三个半暝啊。啊，那因为他的主管也不敢得罪议长啊，啊，都派很多事情给他做，做到三更半夜，做到快两个月时，又跑到全国四人书。你的卦好准哦！我你普的卦，我跟你解卦了。你的普的卦很准，你可以为人解
解卦了，卜卦了。我以为原来我卜卦不准呢，啊，对自己没有信心嘛，我就给你正道。啊，你回去向你的长官道歉啦。啊，他讲话的口气不好啊，他又去跟他的长官说。啊，混元师傅叫我来跟你道歉的、啊，你怪不信哦。啊，那因为他主管跟师傅又有熟啊。啊，当然呢，那一位主管呐、啊，很高超啊。哦，混元师傅叫你来道歉，跟他道歉了，我接受你的道歉。啊，但是议长派来了。我不敢怠慢，因为啊，要好好给你做，多做一点，成绩好可以再升官，你就不会在我的单位了啦。哦，听着拢戆起来了啦。啊，再过几天又到先锋室来，师傅把话全部讲清楚给我听，我的该死，你挂有够准的，啊，有够准的。啊，你就去跟你的主管加工哦。啊，以上议长的事情是我自己编的。啊，再来呢，师傅呢，啊，公给我来给你道歉呢，也是我自己编的。你看，咖啡主管呢，我给你做记号。啊，你讲话不老实。第一，忘恩负义。议长，我有查证过了。真的议长要市长啊帮帮忙把让你调过来啊，你说话不实在啊，再来呢啊，你混元师傅啊要你来跟他道歉，你跟他道歉之后你为什么还要说挂上混元师傅的人情，我的那口气，所以老子叫我们要修口嘛，修口啊，修靠啊，不好修啊，讲话最困难啊，啊，做工作很简单，讲话最困难。有时候你想要把它，呼吸挂靠好些的，结果很回流的。啊，那我你再回去跟你的主管说了，对不起啦，啊，我对议长对不起，对苏文混的事对不起，因为这个话是我自己铺的啦。啊，他的主管呢？又说你自己会卜卦，会的，啊，那么你卜的很准哦，很准哦，哦，所以他的主管呢，对他就有芥蒂嘛，哦，所以我们用意不要勉强啊，啊，不干杯啊，咖喱。申请调职到乡镇去了哦，所以我们会用意，也要会做人，而用意不会做人，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。尤其你卜卦要就任去哪里，硬咬绝对不能来克，硬咬来克，硬咬来冲，有如。巽卦，是酉、卯、巳爻、应爻，好官鬼，好兄弟，你就要小心喽。这应爻来克巳爻，是金克。又冲，你很容易被红浪三阵出局呀、啊。所以一力通满一天，若是应爻来相生的时候，啊，应爻克巳克，啊，来又冲也行。大凶
有官司，都是应爻、生四爻大吉，又有时这个卦啊，寅六海亥水有动，亥水有动，应爻会生死动摇，然后来相生，先凶后吉，有煎摇有动摇来化解，所以应爻来生动摇，动摇又来生四爻，先凶后吉啊，做我们若是戊是吉凶啊，比如连地义未土应爻，这是我戊啊，戊为主生爻，生四爻啊，应来生四爻，等这个东西你买来对你有益啊，各位同学你们要注意，很多来考到的，你在公司有的人哎呀要推销什么东西，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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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很好，你凡事先沾挂硬摇来克四摇了，你一定要注意非诈极品。本段节目由苏明好回想生活事啊，有一些做珠宝佛像的患者，他来到生活室，哦，说哎呀，火莲师傅，你当今啊，是我们宗教界的太多了，怎么样怎么样啊，公公，啊，我卦就先占了，先占那个卦，啊，所卦一起齐的，应爻克四爻必有诈，而且又是玄武在应爻，啊，必有偷盗，啊，不好的。那我就告诉他说你今天要来卖什么东西啊，没有啦啊，我有很好的珠宝佛像非常好，我抱来这里给人家参观给人家膜拜，我说你卖来啊，你有天天贴来啊，你这个都是假的，我就很不高兴了，哎呀我的书哦，你表面看得很好，事实上你都不识货哎。我不识货，我本来就不识货吧，但是我识心嘛，了解你的心呐、啊，你的念呐、啊。哦，这边念等呀。啊，有一天我就到台北，啊，大直深山有一个佛寺啊。那佛寺啊，他们要修改，他们住持南仲法师住持呢，啊，去普用宝贝，把五位修改要找我去，连抓把沙杯，所以到大安寺来，然后我再安排一个时间到那佛寺去，我看了好多尊的佛像。哦，那银行的好，你一尊好几百万了，我嘿，好、哦、的，你这某某人谁请来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嘿，啊，你这
看戏来都不要钱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那么过几天就开发票来的，对不对？用对。啊，发票开了，那一尊菩萨300万差不多，对不对？哦，对。我说你得贪心。啊，那么你有没有给？不给行吗？啊，不是给行吗？他就不能说。啊，你那里把他弄瞎吃了啦。哦，趁着有很多人的时候，礼拜天来挑，你看你的师傅有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竟然要我请佛像做几尊，好几百万我给他打八折，只有多少，那修行人怎么这样讲话不算话啊，耍赖。哦，你看你们这些徒弟没有一个对师父有尊敬的啊，他就骂徒，他骂徒弟，骂信徒啊，信徒的骂到了面都红红红的，不到到尾来招招啊，多少啦，我们开给你啊，你看师父，我哎，我佩服啊，那个出家师父啊，那有那么好的徒弟啊，啊，替师父解围。我讲有一天人犯我，然后安尼时啊，啊，我的徒弟唔知来解围无？你看会无？哈？真的会吗？哈？未安尼哦，哈哈哈哈，也不必让你们解围啦，以其无所生，还我你未然。以修无所用意嘛，这个来也通没顺，还是没通也顺，了了分明用意嘛，自己卜卦嘛。啊，所以那位大师和尚啊，唉，业障业障啊，啊，所以佛像看在那边，干脆就不要看了，看了就伤心，啊，再见了更伤心。啊，排在那边的，我要过来，我都躲着不看他，因为被骗了。啊，一些专门的骗子修行人，看你贪不贪，那是佛的化身呢，化身看你贪不贪，哦，所以修行人绝对不会贪，也不能贪，也不可贪，也不必贪。哦，所以各位同修。事情可不可占卦嘛，你不卜卦被骗你活该啊，听不哦，所以人常常点有人也来推销东西啊，有没有啊，推销哦，我点西湖山路上冒着观音佛祖后宫，观音佛祖叫我冒来家啊，那那那莫莫来公，您刀想猪鼻耶？啊，这要多少钱？哎呀，所以磨磨骗骗的，磨磨考考，我们怪不要怪别人，怪自己不学不修。所以我鼓励大家学易经嘛，公司客户无其心呐、啊，凡事皆沾啊，那沾了的再好。或是不好，卦绝对不会差，卦不骗人，卦是龙天护法诸佛菩萨如来，尤其你都有受记过啊，啊，你的普通卦很准，只是你解卦啊解得不好，但是你可以是爻为我们自己，应爻为他，应爻为是，这件事情来做对我有没有伤害啊，应爻为物，做东西买了东西回来是不是真的有用啊，对我有没有利，荷兰第五届黑顿姐的师兄做珠宝啦，哎呦了嘞，去香港去标那个石啊，关石啊，
啊，去看看咧吼，出来，甲你卜卦卜卦，若好诶，财旺诶，就入去摸就摸出来啊。未来好，迄阵要趁甲声声叫咧。啊，到尾啊，遐诶人知影讲，伊有会经啊，见摸见着啊，所以就不让他进去啊啦。啊，不让进去咧，就到尾就换，因太太他太太，就进到里面。啊，按照号码宣传的出来，进来卜卦到旅社饭店来卜卦卜好了，啊，有财的应爻来生四爻，哦，而且又财旺的，啊，就把它买出来了，也赚钱。啊，后来呢，在香港一些拍卖场啊，珠宝商啊，之后他太太也不让他进去了啦，那怎么办？啊，伊就找朋友入去买啦，啊，把号码找出来，出来再卜卦，用意算看看。我讲，哎，你要先问这个朋友的，能不能代表你进去买？你要卜卦，应爻克四爻，你得保四爷。啊，兄弟爻动，你一定保四爷保死的，好会被他占走了。我哪有可能？这可能我卜不准。我你藐视祖师，藐视如来，开口啊，他就这是哪一天要进去了啊？挂卜了，兄弟有动啊，但是财很旺，兄弟也有动，硬摇就来扣四摇啊。结果那朋友出来了。那个朋友找不到了，香港那么大，啊，他不来，你也没有莫何奈何，哦，所以呀，回来了说，又到大恩寺来找师父啊，把这个情形讲给我听，我活该，啊，人家用意百分之百正确的，啊，要相信，欢喜信受奉行。绝对会圆满，所以那一次，他们拍卖厂商轰声出来，跟某某人买了那一颗来，就钻石最高档的啦。啊，叫黄美红，今天红谈的，探出几千万去啊，啊，家己探无着啊。啊，这样说，哎呀，师傅，我卜卦很准呢，本来就准嘛。所以各位同修。我们学易经啊，我们不要骗人，也不要被骗啊，那就是中道。若是我们不用意被骗了，你要怪谁？怪自己没有福没有德。所以老祖开示我们，凡事皆占，绝对是正确的啦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们这一节课。适应之间的生克制化啊，和煎熬等等呢，我希望各位同修书都看啊。其他时间呢，我们来上课熊平安呢啊，大家诵经加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一节就到这里，下一节呢一些灾难的事情，我就请圆信法师。来为各位讲解上课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。本段节目由爱不释手精致生活家饰赞助播出。本段节目由爱不释手。